好，再继续问。就问他元素是什么？他元素是什么？元素。元素。什么意思？就看元素。看元素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看元素是一个有很多不同的分子聚在一起。什么是分子？分子是在由原子组成的，在哎，等一下，反掉了。原子组成的，反掉了。原子是什么？原子是组成，组成这个世界基本力。组成这个世界基本力。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？